Everybody is... Calm. Hello，大家好，我是 Debra。嗯，刚才大家听这个非常有元气的这一首赫、啊、哈的功夫 fighting 呢，是在呃电影《功夫熊猫》《功夫 Panda》里面的、呃、主题曲。那今天我为什么会挑呃熊猫们来？ 做主题呢，就是做封面，还有做这个电影，还有音乐的主题，是因为呢，在熊猫圈，就是十一月九号，在美国的美香一家，啊、呃，大熊猫美香是妈咪，然后爸爸是天天，还有呃他们的最小的儿子小奇迹。 啊，坐专机回到他们的故乡，这样子。那其实那一天，我是一直待到他们的班机平安降落，然后他们的运输笼从、呃、机舱里面呃推出来的时候，我才嗯感觉放心了，好去睡觉这样子。 嗯，其实这件事让我嗯想到多年以前我在美国漂流、漂流、漂泊多年，然后嗯、呃、决定回家的时候，然后坐上华航，然后听着大家都讲国语、中文。 然后闻着机舱里面，呃，在加热的飞机餐这样，然后是 Chinese food。那时候我很激动，眼泪快要流下来了，很开心，因为我要回家了。那我不知道，呃，那一天。 就是熊猫们一家三口，他们坐飞机有没有像我这样的感受？嗯，可是我看到他们回家，呃，我自己是蛮激动的。所以呢，我就想，嗯，那今今天，呃，就是这一集，我们就以熊猫、大熊猫 （panda） 来做主题。 呃，我一直很喜欢呃《功夫熊猫》这部电影。那它是二零零八年啊、呃、推出来第一集，那后面还有第二、第三。那听说第四集呢，好像明年就会呃上映这样子。那我觉得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啊。呃 非常值得看。那我是觉得，呃，如果要学英文的话，当然是听英文版，然后可以看中文字幕，这样你才可以对比出来它的英文跟中文怎么说这样子。嗯，那嗯，今天主要讲的是第一集，就是刚开始，啊、主角就是阿波，阿、啊、波，po, 嗯，他，嗯，怎么样成为？ 呃，神龙大侠的过程。呃，神龙大侠在英文版里面呢，它的名字是叫 Dragon Warrior。嗯、呃、，Warrior 其实是战士的意思，可是我觉得中文版把它翻成大侠，我觉得感觉比较符合呃 Chinese 认为的大侠的一个定义这样子。那。 我、呃、我仔细去看了这部电影。呃，刚开始为什么会呃要拍一个这样这么可爱以呃中国功夫为呃为主题，然后又做很很可爱搞笑的，又很适合大人小孩看的这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其实是因为嗯、呃、导演跟制片他们看了。 啊，周星驰的《少林足球》，还有李安拍的《卧虎藏龙》。那他们在这两部电影的嗯，inspire，嗯、啊、的灵感激发下，然后他们想要做这样主题的一个电影。那这个电影里面很有趣是，是那个阿波啊，就那个那只大熊猫爱爱吃的 panda。 他有一个爸爸是 goose，是鹅鹅爸爸这样子。那那時候我第一次看，想说，哎、欸，为什么熊猫会有一个鹅爸爸？其实，在第三集，如果大家会去看的话，就会知道为什么他会有一个鹅爸爸。那其实，在这这整个电影里面呢，我觉得，嗯，很有趣是为什么我今天那个主题熊猫还在。 讲一个做真实的自己呢，因为呃，其实 p o 他去那个有点像是比武大会上面，他要去看看啊、哦，谁谁才是那个真正的神龙大侠。然后呢，他自己用很 funny 的方式跑到那个会场去，然后被那个乌龟大师就是。 指定说他就是 Dragon Warrior，他自己也吓一跳。那他为什么会怀疑他自己是不是 Dragon Warrior 呢？那是因为他或许他有一个 Goose Father 鹅爸爸，所以他其实在某一些嗯认同自己的部分呢，可能呃有一些偏差，因为这两种呃体型啊各方面都不一样嘛。 其实我我我是觉得他在安排一些呃故事的桥段，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大家真的如果没有看的话，请一定要诶、欸、去把它给诶、欸、有空完成，真的。因为这次要讲这个主题，我再回去看了一次，我觉得还是很好看。嗯，那为什么这个呃？ 做真实的自己跟这个主题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就是，嗯，真实的自我呢，其实呃，我在这个标题上面放的是 authentic self。嗯，authentic 是呃诚实的、真实的。那其实呃，如果用呃中文比较贴切的翻译，可以翻“正宗的”。我在美国。 我后来发现，嗯，我有的时候觉得很不习惯的部分，其实是在食物，嗯，我自己后来回想，觉得哇，其实，嗯，有的时候大家说啊，思乡病，什么 home sick，就是家的那个 home sick 是一个字哦、喔，生病的 sick，哦、嗯、是，嗯，思乡病。我后来想想，我是，嗯，很想念。 就是 authentic Chinese food，因为如果大家有去美国吃一些 Chinese food 是给老外吃的，你有时候真的是有点吃不下去。那我不知道对熊猫来讲，就是美国的竹子吃起来是不是跟家乡的竹子吃的是一样的？可是我知道卤肉饭在美国卤肉饭是不可能有台湾的好吃，OK，因那个猪肉还有油葱的味道都不对。 嗯，所以，我后来想想，其实我是想念食物的味道。嗯，好，那我要讲的是真实的自我呢？是其实 Po 阿婆他就是神龙大侠，那为什么他会怀疑呢？因为他他就没有觉得他自己是啊，那他在那個、呃过程里面，他嗯。呃 找到真实的自己，然后当然中间有一些呃剧情曲折，然后他努力的去呃练功，因为后来师傅也用了一个他能够接受的方式教他。那后来，那他要练呃练功，成为真正的 Dragon Warrior 之后，他才能够去。 嗯，对抗敌人，然后保护他自己的村庄。其实我是觉得蛮、蛮、蛮感人，而且其实很可爱，又又很 funny。嗯，好，那其实之前我很想介绍这个《功夫熊猫》，可是因为原版的《功夫 Fighting》呢，我现在讲一下原版的哈，一九七四年的那个版本。 嗯，这个一九七四年的这个版本呢，它是由一位叫 Carl Douglas，跟另外一位呃印度籍的人，他写出来的《功夫 fighting》。那像这样子呃歌曲，在那个时候它是归类在 disco 的类别里面。一九七四年。 那这首歌呢非常有趣哦，就是由一个这个 Carl Douglas 他是 Jamaican，Jamaican 对，牙买加人。那另外那位是印印度裔的。那他们嗯在那时候的，在那个时候很流行 disco 音乐。那为了要出这张专辑呢，然后那时候录音室又。 好像只剩下十分钟吧，就是说，呃，租了多久时间？那剩下什么？那想赶快把它录一录，然后唱了两遍就放进去了，在 B 面第一首。结果呢，他们认为应该要大红的歌，没有大红，就是在 B 面第一首这首《功夫 fighting、呃》啊，大红。所以有时候人生很有趣哦。那我为什么之前我？ 就是一直还没有介绍呢，是因为一九七四年这个《Kung、Fu fighting》的这个版本，它里面的歌词其实对于华人来讲，其实我个人认为是不舒服的，是有一些感觉，有一些歧视的意味在里面，这样子。 所以呢，我迟迟没有介绍这首歌。那很开心，有因因为有《功夫熊猫》这部电影，所以呢，刚刚听刚才大家听的这个版本呢，是二零零八年那个时候，为了也是配合北京奥运，然后呃才推出的这个《功夫熊猫》。然后这首歌呢，他们呃重新写过歌词的。 然后重新，啊、呃、的，嗯，改一些配乐，然后唱的就是新的版本。那因为我看到，嗯，这样的歌词，好吧，这个我愿意讲这所以我才刚好这次就是借着美香一家三口回故乡的这件事呢，所以就想，嗯，那我们来做这个。 功夫 fighting 的这个介绍这首歌好了，那等一下我会啊、呃，在最后面的部分我会放啊、呃、杜德伟啊、呃、演唱的功夫 fighting，那这个版本就是唱中文的。那我觉得，嗯，其实本来它就是感觉很有中国风的一个、呃、歌曲嘛，对吧？嗯，好。 那嗯，关于《功夫熊猫》的部分，那就先讲到这里喽。啊、呃，我真的嗯，希望大家可以有空去看。哦、呃，那这边我再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导演在讲的这个《功夫熊猫》第一集，再说一下。好，其实这第一集呢，《功夫熊猫》还在讲的。 主要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当自己的英雄。那阿波呢，他也是在实现他的命运，就他这辈子的灵魂使命是，呃，投胎来成为神龙大侠。嗯，那第二集呢，他是说命运呢会带领我们来完成使命。 那可以让更多的人来进入我们的人生，不管这些人是来保护我们的，或是来挑战我们的，这一切呢，都可以让我们发挥所有的潜力。嗯，所以感觉很棒吧？这是主题。好，那接下来讲一下呃歌词好了。嗯，好，呃。 它歌词很简单，因为它是在这样子的卡通电影里面，呃的主题曲，所以它把它改的很简单。可是其实里面也是，呃，歌词内容也是有呼应到电影的内容。那他第一段呢，Everybody is going through fighting，就是其实我觉得他的画面就是大家都在练功的意思。Your mind becomes fast as lightning。 你的思绪呢，会变得很快，就像闪电一样的快。Although the future i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虽然呢，未来感觉有一点点，嗯，可怕、害怕，因为未知嘛。It's the book of your life that you are writing。你生命的这本书呢？ 是你现在正正在写的人生之书，这样子，你写的人生这样，嗯，那这一段每一句后面都是 fighting lightning frightening 跟 writing，所以他们都有押韵哦。那下面呢，you are a diamond in the raw，就是像中文可能要讲，呃，你是璞玉，就是被被呃灰尘掩盖的。 宝玉，a brilliant ball of clay，你是一个很闪亮的泥泥土球，粘土球，ball of c l a y 可以是粘土哦。好，you could be a, a a work of art，你可以成为一件艺术品，work of art。我觉得是，you could be。 Somebody 的意思。If you just go all the way，那你必须要走下去啊。那它后面有一个 look out，look out 的意思是要小心哦。Now what would it take to break？你要走下去，然后你要打破什么东西，break 什么东西，你才能走下去。 因为有的时候待在自己原来的舒适圈很舒服，对吧？那我要怎么继续走我自己的的的路，走我自己的人生？就是你必须 break something。I believe that you can bend。bend 是弯腰的意思。我相信你可以弯腰。Not only do you have to fight，不只是你必须去。 fight 战斗，but you have to, but you have got to win。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比较可怕的敌人在电影里面，你要去 fight 才能活下去啊！要不然他他就是想要成为神龙大侠那个人，那他会把，嗯、呃。 那个乌龟大师指定的那个神龙大侠先给干掉了之后，他要当神龙大侠，就是那个敌人是很可怕的、喔。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呢，我再多说一下，他画可爱呀、啊、好笑的地方很好笑，可是他在不同的就一二三集里面，他每一次刻画的那个敌人、那个坏蛋，其实我每次看我自己都觉得会怕，就感觉。 他有把那个可怕的气氛跟那个嗯恐怖的人格，我觉得有形容的很好。对，好，那接下来呢这一段是上面重复的，那后面还有一段是 “You are a natural”，你是天生的功夫好手、哦。他其实没有在讲后面，其实他是你就是天生的，嗯，命定的那个人。 The chosen one Bishan Dao Why is, is it so hard to see? 為什麼這件事你, so hard to see 你,你看不到, okay? Maybe it's just because you keep on looking at me. That is 因为你你看不到啊，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在看我嘛。为什么看我？因为你都一直在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外面，你并没有往自己的内心去看到底，呃，怎么样是做真实的自己。其实，Po 如果很认真的向内看，他其实看到他以身材各方面来讲，他就是会比其他电影里面其他的那些动物。 更适合去当神龙大侠，可是他看不到，他觉得他自己不是，他觉得他没有能力。可是当周围的人都说啊，你就是你就是 Dragon Warrior，可是自己不相信的时候，You will never be the Dragon Warrior。为什么？因为你自己都不相信，当然不可能成为了嘛，对吧？嗯。然后呢，下面 The journey is a lonely one。这个。 旅程呢是孤独的，什么旅程呢？我认为是成长的旅程。So much more than we know，就是嗯，孤独的成长旅程呢，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But sometimes you've got to go，你必须走下去。Go on and be your own hero。 继续走下去，然后变成自己的英雄，嗯，所以我觉得，哦、呃，他改编后的歌词，啊、呃，配合这个电影，我觉得讲的很好，嗯，那其实我刚刚还在一直在思考，要不要讲一个部分是在讲，嗯，英雄之旅。 就我知道，放在这么后面，可能有很多人已经不会听到了。不过我还是想讲一下好了。嗯，如果大家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呃去搜索一下，就是 Google 内容呢叫做《英雄之旅》呃，Journey of Hero，或是 Hero's Journey。 那如果你去 YouTube 上面找呢，你可以找一个嗯，是 TED.com 的一个片段，是 What Makes a Hero？什么是英雄之旅？那它这个呃里面有讲十二个阶段，那就是呃前面是一个就是一个原型分上半 a n d 下半，上半部呢就是在讲 Ordinary World。 平凡的世界，就是大家都是很平凡的人。那在这个世界原来是怎么样？那他讲的比较详细一点，那大家可以有空可以上去找一下《英雄之旅》。那他细分为十二个阶段。那嗯，其实就是你会呃碰到一些 calling 啊、呃、冒险，然后有的人是拒绝召唤。其实像我也是拒绝召唤，拒绝我的。 嗯，灵魂使命很久的人这样子，然后后来就不得不低头这样那后面呢会讲啊，遇见导师，然后你怎么跨过地道门槛？你怎么跨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你怎么去啊、呃、修行、试炼自己，然后去嗯。 Fight with your enemies，然后要走到那个你最害怕的洞穴。其实，在这个部分呢，我想讲一个部分。他在这个片段里，他有一句话，我觉得还蛮特别。他说：“The cave you fear to enter holds the treasure you seek。”就是你害怕进入的那个洞穴啊，其实它拥有你一直在寻找的宝藏。 嗯，就是那每个人就是害怕洞穴不一样，有的人他可能是呃害怕呃在大众面前演讲啊，有的人是害怕，可能他很很喜欢跳舞，可是他很害怕去 audition 就是去试镜，就每个人害怕的地方不一样。可是当就是你害怕，你最害怕进入的那个洞穴里面，其实是有你。 想要寻找的宝藏，那那接下来就是那你要进去啊，因为可能有一些 situation 让你被逼着要进去，然后你就会有一些呃苦难的折磨，最后你拿到你的想要的那个 treasure，然后你呃踏上回归之路，然后你可能带着。 嗯。你的解药，或是你的 treasure，然后回到你原来的世界。可是，因为你已经经历了这么一圈，就是你原来没有没有走走过的路，原来没有经历过的的呃、嗯、冒险世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去寻找真正的自我。那你回到哦、呃、原来的地方，发现。 嗯，你看世界的角度已经不一样了，嗯，很好玩哈。所以呢，大家如果觉得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英雄之旅》啊、呃，可以上网去找更多的资讯，然后呃，再呃 reflect 到自己身上，觉得嗯，What should I do to be the authentic self？ 好吗？好，那今天我们的 podcast 就先讲到这喽。那接下来我放呃杜德伟的这个《功夫 Fighting》的版本。好，那就先跟大家 say goodbye，until next time。<noise> 大家都来学功夫来提，给挫折一点教训。 受不了，给他们一点傲、哦、气，大家都来学功夫来踢，给生活一点憧憬，更多快乐的心情，fighting，给自己一点自信。中国功夫真是棒、啊，中国功夫真。 被尊敬，我自闭症不起。多么开心，永远都想拯救地球的 Superman。我每一天让自己快乐，维护世界的和平。大家都来学功夫来踢，让拳头变更坚硬。用最快乐的心情 Fighting，练成功夫到顶身。 先让自己快乐，维护世界的和平，大家都来学功夫来让拳头变更坚硬，<哈>用最快乐的心情 fighting，那阵<呼>功夫搞定生命。